家早上好 ，morning。今天早上我们就在这里吃早餐。这些就是我们队友的摩托车。我们这边 KK 很流行越野摩托小绵羊，它名字是 Honda Edo 150。这两位是 Cliff 跟 Desmond。你看他多可爱呀！这是 Vicky。大家好，做咩？这是麦克。这是功夫旺。这是阿伟仔，这位是阿辉，这位是 Chris。 这位是老板娘。这两位是 Desmond、 Cliff。 这两位是 Osa、Ogo。 这是 Nick。 这是阿赖。这是老板娘 Annie。 这两位是 Nick、 Oken。 这位是麦克。这是我们的队长九哥。这是这边的厨师阿高。这是这边的老板阿平。这位是吉米。吉米，你朋友啊？啊。好了，我们打算要开车了。这里有一辆哈利。这里是 Telly Park 山顶。Jimmy 在陪阿军拍风景。这里就是 Telly Park 山顶的风景。哇，有人在划船，太美了，太幸运了。
我们今天阿灰，啊，哎呀，一流啊，一流一流，啊，我都吃不了什么家，一家家去采几个，去买菜上锅外面，好闲啊，我的天啊，啊，阿灰，阿威在了，啊，哎呀，新年好多这边啊，啊，好沙。啊！黄岗湖阿哥追妹爆妹啊！一睇黄岗湖咯，阿哥都爆妹咯，一流啊！一流啊！现在阿军要拍一点风景给你们欣赏欣赏。哇，阿高，热表示了不了吗？亮了哦，亮了，这边半夜吃饭啦，行过亮啊。没半夜吃吗？半夜吃饭啦。吃饭，没半夜吃饭。半夜吃饭啦。有热表。阿伟在吗？是啦。包。嗯，这是 Jimmy。记啥？来，刚，我第一下就见到。空调漏。哎，对，空调漏。我上面有个空调啊。我空调是那个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讲那个什么房间呢？把边毛来了，给面。都两个箱，两个箱，两个箱。喂，怎么这里发边个？多了那种，跟东跟。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玻璃，不你打那边站，你做这咧，免费的 ，OK。你介绍一只单元咧。大哥，介绍一只单元。啊，
老板娘，八国联军的老板娘啊，八国联军的老板娘。吃完了不带了。介绍这个叫什么名字？Nick 啊 ，Nick。这个呢 ？Mark。后面那个 ？Eddie。啊 ？Eddie。Eddie。阿 Kion。Kion。阿 Kion。杨兄们，他们叫 Kion。杨兄们，这里就是八国联军的茶室。光头佬的鞋子烂了。啊！这里还有一条小狗狗。太可爱了。还有一条小猫猫。Hello, Bilat.那么高逼了，好了，他们现在要到了越野路了。我们就到这边为止了，还有第二集哦，拜拜。